蛊惑流浪狗识快闪，走甩92次。同狗唔同命，做流浪狗又要搵食，又惊俾人捉。学下美国亚利州呢只黑仔啦，最叻快闪。捉狗队想捉佢捉咗五年，但佢走甩咗92次，激到捉狗队炸炸掉。话呢只眼中钉系全球最狡猾嘅流浪狗，狗索麻醉针都搞佢唔掂。有捉狗队队员心都灰埋，街坊话依家放狗，黑仔都走嚟捣乱，越嚟越放肆啊！